Yo, what's up？我是林佳远，Jaren Lin。首先，我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就是要拍一个开箱文，开箱什么？就是它，Yo5，Damn。我为什么会买它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影片呈现得更好，因为我平常拍摄设备大概是用这样吧，而且是用 Yo3，它的感觉，还有它的画质，还有它的那个画素没有说很好，还有拍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才选 YouFine，然后看了很多影片，所以发现非常的 nice。现在来开箱吧好，真的是令人期待的一刻。对包装没有什么看法啦，其实大家就看它的机子啊，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拆，因为熟悉一下。Damn，真的蛮期待的。这次看一下这有什么，它就是哦，它这个充电线跟之前的三差很多，你看，you see that？就是 see that，非常的完美，see that？Nice，OK，、okay, 反正就跟以前一样了，差不多。然后这是它的电池，不知道怎么充啊，它应该不会充了。还有什么？来看一下，应该是贴纸之类的。Damn，我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它的说明书。反正大家不想听我废话嘛，我们就来实际测试。说明书不用看，现在就是拆壳。就这样看，等于这样挤出来，就是令人期待的一个小玩意儿。Damn，反正不多说，我不想讲太多废话，搞得我很专业一样，所以我不专业，我只是纯属拍一个开箱文，随便的，随随便便。OK，应该是这样。听说他开机，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像以前的那个这边，所以开机在这里，按一下。听说哦，这还蛮 nice 的。See that？好，现在 GoPro 打开，GoPro 打开了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测试。Welcome，Welcome，blah blah blah，它有中文、英文什么之类的，blah。你看，它可以选择。算了，没办法对焦，fuck。调中文，完成。OK，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启。哇，我剩5%哎，我操！OK，我现在赶快来充电，不然它就等下就 GG 了，没信卡，no SIM 卡的状态。就是我待会来测试一下，测试拍照啊，GoPro 拍照。他不理我欸，应该是我没有开吧？GoPro 录影，GoPro 录影啊，哦，Super View，好啦，今天开箱就到这，反正我没电啦，反正我，好啦，我等下放我的测试的影片给你们看，我先去充电。我喜欢它，重点就是因为它的有一个内建，就是干什么说影片稳定功能，蛮推荐的。我去看一些网络上影片，真的差蛮多。还有，好了，我现在来测试它的拍摄了。GoPro 录影，GoPro 录影，听拢无？GoPro 录影，GoPro 录影，GoPro 拍照。你只会拍照？GoPro 录影，是我讲话不够清楚吗？GoPro 开始录影。God，GoPro 停止拍照。你为什么要拍缩时摄影啊？GoPro 开始录影。有了，在录了。
测，我们现在测试他的那个声控，我们现在测试。这是 Super Will。这是 Super Will。GoPro 停止录影。现在正在 4K， 看一下 4K 的感觉。4K， 反正就是这样。4K， 现在 4K 哦。OK， 我现在来测试它那个稳定功能。我现在拿它走路，这样哦。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一个最特别的功能哦。GoPro 关机，可是它只能关机，它没办法开机。来，Peace， 加油！